观众朋友爱注意哦，这个拜六礼拜可能未有出日头好天的天气咯。中央气象局表示，有真侪水气的方面，会伫今仔中昼影响台湾，全台湾各地拢会开始落雨。也毋过，这波方面移动的速度是真紧，明仔载中昼雨就会下停咯。下午开始，封面逐渐接近的影响，中午前后各地的降雨形态就会开始逐渐出现，特别是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，还是有一些局部的大雨甚至豪雨的发生。那南部跟花莲这一带也会有一些局部的大雨，所以提醒观众朋友，就是前几天的下雨，加上今天还是有一些雨势的情形，所以要特别注意摊方跟落石的状况。气象局表示，为昨暝到今仔透早，因为台湾海峡顶头受到风面影响，出现能见度无到200公尺的浓雾，已经发布浓雾的特报。今仔要往返金门、马祖地区的民众要注意航班的消息。气象局嘛提醒民众，因为正大正冷的东北季风，今仔暗时就开始影响到台湾。虽然各地雨会慢慢啊减少，可是气温会降低。暗暝到明仔透早，北部有可能会出现18度的低温。